一般来说，收到罚单应该不开心，但是居然有人收到罚单还买饮料跟警察说谢谢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在新竹一间彩券行，老板娘违规停车被警察开单，一气之下，她买了一张2000块钱的刮刮乐，没想到意外中了10000块，真的好幸运。这是我的违停举发的停车罚单，然后这个是开心的10000块，感觉怎么样？开心。彩券行老板娘一手拿着罚单，一手拿着中奖10000元的刮刮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如果不是他今天帮我开这个罚单，违停的罚单，我也不会去刮刮乐。日前，老板娘收到一张违停罚单，一怒之下怒刮店里的2000块刮刮乐，没想到刮中了10000元。这是我在搬画进来。才刚走进店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警察就来开单。警察来了，在这里。一看到员警开单，附近邻居马上通风报信。虽然老板娘追了出去，但已经慢了一步。警察已经把单开好，他说已经没办法，然后就生气啊，就觉得很生气啊，然后就想说，发泄怒气，我就去刮刮乐，就没想到，10000块。原本只是刮彩券泄愤，没想到刮中10000元，实在有够幸运。所以我等一下要买个饮料送给警察，谢谢他。果然，老板娘遵守诺言，提着2大袋饮料到派出所向大工程道谢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违规，中10000元，谢谢，谢谢警察大哥。记者何孟谦、谢云玲、新竹报道。